很漂亮。你很喜欢这幅画？嗯。这是我唯一展出的一幅画。我也很喜欢。透过这两双眼睛，我能看到很多东西。所以，能参观一下你其他的作品吗？哎，我们组那个钟明你认识吗？知道，那个大艺术家嘛。不忙，每次看他都画这个屁脸。小丑。谁知道？哎，我是没听说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回去干活吧。我第一次看你的画，就觉得他的作者一定很特别。之前他们都说我把马的眼睛画得太晦暗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点绕妆吗？这样设计在画面里不会抢走女孩眼睛里的光，对吧？没错，这他们都不懂。生日快乐。怎么没五官？怎么会？他明明就是按照你。小赵，会议室开会了。哎，小周，钟明这稿放这一礼拜了，回头你给他得了。你怎么不自己给他？不想和他打交道。医生，钟明没事吧？
经过检查和长期观察，我们判断他是精神分裂引发的人格认知障碍。那还能治好吗？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把自己幻想成为另外一个女性人格，他对这个人格非常信任，所以短期内很难根治。那我色彩和构图其实很简单，难的是有人能懂你的留白。好巧，你也在这。去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但你如果能到达那